大家好，我叫魏巍，是一名少林寺的俗家弟子。我在2010年呢，参加了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比赛，挑战吉尼斯。现在我还能记得当时主持人在舞台上喊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深呼了一口气，走上舞台，开始了我的功夫绝技表演。掌声！当吉尼斯英国总部的认证官宣布，魏巍首席易拉罐拉汽车前进30米，用时2分21秒，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时，台下的掌声尖叫声响起。接过证书的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了我的人生已经有所不同。